手上的动作跟手上的力量都是从腿上来的。你腿上做什么，你手上才能够做。我走这个，因为我的当胯做，你看，因为我的腿做这个，所以我的手做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看，因为我的腿做这个，是不是？所以手做这个。好，开斜飞式的话，因为我的你看，因为我的裆上面是做，裆上面做这个。听不懂？手上的东西都是从腿来的。你做云手，手上面做这个，你看，腿上面在做这个。因为腿上面做这个，手上才有这个。过来，看不懂？所以每个动作要去研究，去练习，用你的当胯来带，当胯先做，手才跟着做。看不懂？你试试看。